从2024年4月5号至5月31号起，该博物馆将在每周五和周六晚开门迎客。在5月6号至7号，虽然不是周五或周六，但该博物馆仍然在整天向游客开放。晚间开放时间为19时30分至21时。该计划旨在满足参观者欣赏博物馆里全景画、奠边府战役的需求。奠边府历史大捷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建筑。该博览会的展区位于一楼，面积为1250平方米，展示近1000件文献、文物、图片和地图。奠边府历史大捷博物馆已真正成为一个来访奠边省游客时不可错过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这也是助力该省将历史旅游打造为重点经济产业的一大亮点。